那么讲完了口和无争，今天呢我们要来讲讲意和同悦。那么事实上在职场里面，同事之间意见会不同，长官跟部署之间意见也会有不同，如何做到意和同悦呢？让我们来请示圣严法师。师父您好。陈小姐好。是，师父您上次在讲六合敬的时候讲到了意和同悦啊，那么事实上我觉得好像要做到有点困难，那么师父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再阐释一下意和同悦的意思，以及我们如何运用在现代的职场里？刚才你说的这意和只是意见，不是。意和并不是代表是意见，意见就是看法了。意见是啊，我们下一集会讲。见和同。对对，这个意啊，所以情意，所以感，这是感情的意思啊，感性的，是感情的，或者是意念的。也就是说，对于啊人与人之间的相处的时候，往往不一定是用语言，不一定要用物质。那是不是一种态度呢？哦，是心意。是心意。有的人说，人这个礼轻，什么？情意重。情意重就是那个意，就是情意的，送你一朵花。并不是说这朵花有多贵，而是说代表着我对你的关心。送你一样小小的礼物，并不是这个礼物对你那么重要，这是说我对你的关心那是那么重要。那你看到了，就你得到了这份小礼物，你觉得就是我的这份情意或者是一份心意，你领了，这个就是一种心意或者是情意，也可以说彼此之间的一种感情的建立啊。那彼此之间的感情，这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，有的是需要通过语言、通过物质来表达，有的不需要，用眼神也可以表达，有的是呢，用一个手。握一个手，有的人握手的时候还有学问。握到一个手，你是真的是关心我吗？握手的时候感觉上，有的握得很重，它是假的。有的握得很轻，也是假的。这个很奇怪哦，有这个只有当事人知道，他是握这个手啊，是不是真是对你那么的这个亲切？有的握手是假的。这个呢，我想陈小姐，你一定，这种场合你一定有吧？人家给你握手，啊，或者人家笑一笑，这个笑的是真的还是假的？你领了，你领了以后，你感觉上是一个什么感觉？那就是同悦，这个很重要了。你很愉快，我也很愉快。他也很愉快，彼此之间，心照不宣是非常愉快的事，非常高兴的事。那我们人和人相处的时候，所以真情的流露、真情的表现，这也是意。真心的，这往往有的事情非常微妙啊，不是用语言讲的，不是用这个用任何东西可以表达的，但是呢，你晓得啊，这个人是非常真诚的。还有呢，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录音或者录影，我们这个空气啊怎么样子的，好像是凝固着的，你也不舒服，我也不舒服，那空气里面是和谐的，这个和谐的空气从哪里来的？你的心情愉快，我的心情愉快，彼此的大家的心情愉快，是你进入这个场合，你觉得哎，这个地方好轻松啊，好愉快啊，这个是不是要用语言的？不需要，大家真的很愉快，那这是和谐的，这意和。如果这个里边呢，我们这里有七八个人，或者是五六个人，或者只有两三个人，其中只要有一个人阴阳怪气，只有一个人呢心里是非常烦
非常痛苦。我们奇怪啊，眼睛看到了，你当然觉得不舒服，心里都不愉快，就是看不到，你眼睛不看到，你这个也会这个会感受得到。嗯，哎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就觉得发生什么事了、啊、这心里都怪怪的，那就是意不合了。嗯，意和同悦，这个悦的非常重要，是经常保持非常愉快的，见到任何人都是保持愉快的心情，保持了友谊的心情，保持真诚的心情，来欣赏对方，来接纳对方，以及呢来啊这个迎合对方，那就彼此之间是交融的，像水像牛奶，就是水乳交融，这种气氛就是营造一种气氛，让你感觉到很愉快。有的是用语言的，有的不需要，你布置一下你就能够营造出那个这个和谐的气氛出来。嗯哼，那布置的人就是要心向心匠心度运啊，也要这很用心了、啊、用心了以后一看到就很欢喜，是，那就是也是心意，就是意合，是，所以说如果是真诚的心、嗯、然后充满喜悦的心，那可能它就像一种能量一样，人家就会感觉得到它。是可以这样子讲啊、你只有你只要有欢喜的心，欣赏的心，包容的心，赞叹的心，这种意识心意的话，那其他的人能够感受到，那对方也会回馈你，这个就是叫意合。是，如果人在一个社团里面，一个团体里面，大家都有这样的心的话，就能够做到意合同悦。一个家庭里边，所以你跟你的先生，你跟你的孩子，如果是这个样子，彼此这个样子，营造这种气氛，不一定见了面就要抱啊什么啊，不一定。是，只要有这个气氛，你这个心情是这个样，就是很愉快的。是，谢谢师父开示。阿弥陀佛。那么师父呢，把意和同悦呢讲解得非常的清楚，我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在生活里面去实践它。更欢迎您下一次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。